一名女子在玻璃桥上奔跑，下一秒她却掉入悬空鲨鱼池里。这一摔不得了，因为池子里可是有鲨鱼。女子落水之后立刻游蛙式想逃离，过程中鲨鱼还在她身旁游来游去，场面一度惊险。是在我们商场的四楼，它就是一个开放式的，你是一个透明玻璃，你可以走在上面进行观赏的。有里面有鱼吗？啊，有的，有鲨鱼两条，大概一米左右，一米多一点。意外发生后，旁边两名保全见状，立刻也跳入鱼缸，要跟鲨鱼抢人。还好，女子最后被成功救起。然后他是要抄近道过去，没有看到底下的那个盖子是打开的。掉进水里的时候，我们有两个安保人员立马跳进水下，把他救了起来了。原来女子是商场员工，早上赶着要开会，所以她走捷径从鲨鱼池上通过，而鲨鱼池正在喂食，盖子没盖上，一个不小心就被绊倒掉入池中。还好池子里养的是柠檬鲨的幼鲨，没有攻击性，所有人最后平安无事，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。记者张慧玲报道。